到了高龄产妇徐若瑄每周孕期汇报时间，为了顺利产下李威宝 ，Vivian 吃尽苦头早已人尽皆知。如今怀孕30周，原本娇小的她体重突破60公斤大关，再次动身搬到医院待产。李威宝一天天茁壮成长，徐若瑄的肚子也已经大到不能自理了，正式进入剪不到脚指甲的阶段，只能烦请家人代劳。眼看女儿即将苦尽甘来，徐若瑄妈妈只求老天保佑就好，生完再说吧。这一胎已经是个老天保佑，非常好了。